情感测试，选一个假法，测试你的另一半对你是真心还是假意。很准 A， 你的另一半对你是真心的，从他对你的一举一动就能看出来，他是爱你的，而且他最尽自己最大的努力给你幸福的。B， 你的另一半对你是假意，你只是他的一个过渡，他没有打算跟在一起多久，等他找到下一任马上就不会要你了。思，你的另一半对你是真心的，你就是他的真爱，是他这辈子都想要娶到的人，他会好好珍惜你，疼爱你，跟你一直走下去。 B， 你的另一半对你很无所谓，你不是他要找的人，而他也一直在等遇到更好的人，对你只是敷衍，没有付出太多的真心，赶快来测试一下吧，真的很准的，把你的答案告诉小编。图文来源于网络，如有侵权请联系我删除。